门前的这棵樱桃树上的樱桃也熟了，今年的果子结得很多，可以摘一盆子。紧接着上起了视频，我们吃完饭，现在把狗狗喂一下。嘎嚓，大骨头。这几只狗狗都是我收养的流浪狗，狗妈妈和她的孩子们。现在挑点水去浇一下刚才栽的那菜苗。现实总是让人生恨，放不下的事，放不下的人，放不下的天真。寻了一生所谓的温存，却始终没有想要的可能。不停地追问，不停地追寻，最后寻了一身伤痕。别哭了，伤心的人，放下认真，虽然你只剩下一个人。山上的这棵桐子树已经开花了，开得非常的漂亮。记得我们小的时候，我妈每一次拿这个桐子叶给我们蒸馒头吃，蒸出来的馒头特别的清香。我们这个菜园子在半山腰，来回需要20几分钟，我挑一挑水已经休息了好几次。这块地是可以不种的，家里的菜每一次都是我回来买着吃的。我爸舍不得把地空着，所以就种了点蔬菜，只要我爸开心，我就依着他吧。总是让人生恨，放不下的事，放不下的人，放不下的天真。寻了一生所谓的温存，却始终没有想要的可能。不停地追问，不停地追寻，最后寻了一身伤痕。别哭了，伤心的人，放下认真，虽然你只剩下一个人。挑的水，上来把摘的这些菜苗都浇了一遍，就剩了一颗南瓜苗没有浇，没水了。我折了一点这个树叶子，把它遮了一下，基本上没啥大问题了。今天回来的时候，让朋友给捡了一点这个玫瑰花，现在去把它种满了。总是那么伤人，现实总是让人伤痕。放不下的事，放不下的人，放不下的天真。
认了一生所谓的温存，却始终没有想要的可能。不停地追问，不停地追寻，最后寻得一身伤痕。别哭了，伤心的人，放下认真。虽然玫瑰花种完了，现在回去提点水果的把它浇一下。今天的活总算干完了，太阳已经落山了，看西边的天空，明天又是一个好天气。